这是土团，这样都来你好多土团哦。好来，来这边。南蒙，南蒙，嗯。哦，就是哦这哦。哎，哦这好多土团。这土团，这是土团。这块大地，这好多块面，就是。一大地块。大地块面。块状。嘿，啊这然后哦，啊这三米，啊这个这二米啊，三米啊，可能较细粒嘛。这拢算大地，这拢算大地，块面二米、三米粉碳，哦，这粉碳哦，这是二米。然后它这是干干干那个乌济。愈大地愈简单。哎，请问一下，砚台跟这个无关？无啦，无关的。砚台是石头去做。石头。嘿，用石头去做。啊，哪一块最值钱？啊，这个是燃料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燃料。这个燃料啦，像我们这个很短的是我们火力发电厂在用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这较大地，这就是讲较需要做较有用的物件，才有用到这地毯。那无咱怎啊摇迄种啊粉团，迄落肉的，迄落三米啊，迄款的，安尼尔尔。哦。啊，古早人行土团就是这嘛。较早用这行土团。对啊，就是这嘛。嘿，啊，但是尾啊，搁用焦煤，知道吗？对啊，买啊，菜去都管咧。啊，上早是一种。诶，但是吼，两种土团有两种，但是恁大家拢唔知影。嘿，这都爱较深诶，解说有诶人拢还阁唔知影，这叫做茶土。茶。这就是木材变诶，咱就是地壳变动诶时阵啊，木材森林诶规个移落去诶茶。哦，啊，搁另外一种诶，这土团内底伊有分两种，叫油团。啊，油团就是炼钢用的，它的成分比较高。嘿，它那个有油脂在，它有焦煤，它是炼钢用的。它1800度，这个是700-800度而已，差一点的那个热量哦。老师，那个号是什么？啊？